29988，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过3万就好像是过一个里程碑一样，就是身为一个 YouTuber 就会感觉很有感。以前呢、啊，过10000订阅人之前，我都不敢说我是 YouTuber， 只敢说自己是那个在网络有做影片的人，或者说有把影片放在网络的人。大概过了10000还是15000，我才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有点叫 YouTuber 的感觉。然后上次那一支影片破20000之后，哦，我现在敢跟人家说我叫 YouTuber。然后破30000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勉强跟得上像那个什么瓜吉还是什么走路痛的人这些人的脚步。瓜吉好像40000-50000人，很猛。对，40000-50000。走路痛100000，走路痛也蛮红的啊，100000。我觉得只要我的订阅人数只要超过50000哦，我就有机会跟柯P拍片了。但是我不知道拍什么片。叫柯P跟我一起去当反串仔吗？啊，我剩5人了。4人，来后面再4个，现在10:03，我觉得大概在3分钟内它就破30000了。欸，老婆，你知道我现在录东西，可是没差，我觉得就轻松。啊，剩3人了。2人啊 ！Oh my god！ 3万，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赤男，快过来！赤男，过来！哎，对，我是长男次男。好，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次男。好啦，30000，我爽了。不要这时候给我又退订一个变2万9。看长男次男。那你看我就好了。看长男次男。就是我啦，那、啊、你看我不就好了？